这个能转向的吗？可以啊。怎么转？你上次不是会转的吗？对，但是这上面没有那个东西。这是啥呀？遥控器吧。啊，你说前后？对，就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小心点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是转。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那是转的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让我，我自己起来。我去，人家都懵了，都真是。我去，我不知道。突然间，我往前涌了一下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。真不是故意，你不故意的，真不是故意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那个是，你不知道他，我跟你讲，我真不知道，我都懵了，我真不知道，我自己都傻了，我真不知道，你自己都傻了，居然是我的屁股，安慰一下他，你好气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的屁股好麻，我要再往右边坐一点点，我的尾椎就摔到了。我错了，就差点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。要不，真的不是故意，真的不是。我自己都懵了，好吧。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聪哥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自己找杯子吧，我不帮你找了。哼，怎么看？教我。你就发，就是你弹一个八度就行了。你要弹主旋律还是弹什么？今天的活动好吗？好。那钢琴家是不是值得一个拥抱？你躲在这后面了。